嗨，Hi, 大家好，我是达西妈妈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件短袖套头衫。好，肩部缝合完了以后呢，再开始缝这个一片一片缝合的时候，要先把这个挂肩、这个袖口地方要把它留出来，因为它有点收缩，你就把它正常的这样铺平。从这个肩缝开始量，我量了十九厘米。 就在这儿，肩缝在这十九厘米，因为它要一拽呢，它还会长点，所以呢就十九厘米。为什么十九厘米呢？因为这个肩呢，它会下来，不是在你的袖肥最肥的地方。原版的这个地方才十六点五厘米，但我觉得那样太紧了，所以呢我就弄到了十九厘米。前片后片因为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就数这个一共是多少个？这一共是十个，这个上针行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后片呢也是这样数十个以后，用个记号扣把它系上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从底下我们留的这个线头开始缝，这边就不用量了，这边就直接数就行了，因为两边是一样的，也是数十个这个上针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就在这儿。 后片呢也是数十个，一二三，四五六七，八九十。好，如果你感觉不放心，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套上，套到身上试试，这个地方感觉勒不勒得上。如果感觉勒得上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再放大一点。如果感觉肥呢？ 你就可以稍微缩小一点，因为我们还要挑边嘛，一挑边它就会往里收的，所以十九厘米尺寸是可以的。看着这个衣服好像很肥，但是往身上一套呢，其实它还真不肥好，然后就开始缝合就行了，从底下开始缝。起针的时候每一片儿都留了这么一点点线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候缝合用的。还有一种方法呢，它原本是。 先挑的袖子，就是它的这个袖口呢，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挑，然后它片织的，织完这个袖口以后，然后再开始缝合，就是连这个地方和袖口一块儿缝的。啊、呃，我喜欢就是圈织这个袖口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衣服的身子呢，还是这样缝合就行了。 反面和反面相对，在正面缝，主要是把第一行这个针找准了，它就不会缝起来以后还会有豁口。第一针在最底下这个地方，这是第一针那个下针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起针的这个地方是在这儿，把它这样穿过来，这个地方我们再回来一针，这样就把它给固定一下。 好，就这样开始缝就行了。缝的时候要看准了，这个是那个下针，因为我们起针的时候就是一下一上一下一上，把第一针这个地方这样缝一下。同样，这边这个也是。好，然后。 前片一针，后片一针，就这样连起来就可以了。你这边呢，最后这一针就是个上针，这边是个下针，然后呢，剩下露出来的呢，就是这边是下，这边是上，就还是一个单螺纹的形状。好，就这样一针一针的往前缝就行了。 缝完了对起来，它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，还是这样。好，就这样往上缝，缝到这个咱们记号扣这个位置就停下就行了。在缝合的时候，如果你一针一针的都对好了缝呢，这个上针行它是能够对起来的。你看这样就对起来了。如果你要是有漏行的，它就会这样错开了。 那就不对了，你就要拆了，再重新找准缝，缝一缝以后就把它拉拉紧，然后呢再把它这样拽拽，让它的这个松紧呢合适。好，就这样缝。好，缝合好了以后呢，我先挑的领子，领子的挑针呢我没有演示，因为每次织都进行演示了，这一次呢就不演示如何挑的，我只把针数说一下，这个后片儿。 一共是挑了五十六针，也就是原先留的针有多少就是多少。原先呢后片儿这个地方是五十八针，因为缝合的时候呢一边吃进去一针，所以挑了五十六针。这个地方就这个前片减针的这个部位，各挑了十八针，这边十八针，这边十八针，然后前面平收了三十四针。 就挑了三十四针，这样呢，整个领子挑下来是一百二十六针。平收的地方呢，都是有一针挑一针。这个地方呢，是两个小辫挑三针，一共挑了十八针。然后织单螺纹，单螺纹一共织了十一行，然后进行正常的单螺纹收针就行了。你也可以用缝衣针那样的收，也可以用我们正常的。 收机器边儿的方式来收，我呢直接是用棒针收的，这就是领子，然后袖口我织起来一个，这个袖口呢每片儿就是前后片儿各挑了四十八针，一共是九十六针，织了十行的单螺纹，然后收针和领子是一样的，这是这边的。 然后这边的挑针呢，和它是一样的。我稍微做一下演示。其实这个挑针方法跟我们以前织过的那些衣服呢，都是一样的挑。先把这个线，就是缝合的这个线，把它用上，然后再接新线就可以。就在这个腋下的这个缝这个地方就开始挑就可以了。挑最边儿下这一针，也是两个小辫儿挑三针。然后你看。 这个地方在两个小辫儿中间，这个地方插针挑一针，好，第三针，三针，然后这一次呢就要空掉这个地方，再上下一个两个小辫儿，一个，然后呢把它拽一下，就出来中间这个部位了，两个，三个。 这样，就是你两个小辫儿，两个小辫儿的来计算。好，这个就空过去了。再从新的两个小辫儿，第一个小辫儿里边挑一针，然后在这两个小辫儿的中间这个地方再挑起一针来。这样呢，就是两个小辫儿挑三针，就一直这样挑。挑的呢，要和那只袖子呢是一样多。 一共是每一片挑四十八针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挑的多，你可以在下一行剪掉就行了。就这样，这边挑四十八针，从这个肩缝这个地方到这个腋下，再挑四十八针，一共挑九十六针。挑完以后呢，就开始织一下一上单螺纹，一共织十行就收针。这样呢，整件衣服就织完了。 你喜欢吗？喜欢你也织一件吧。